就是这个车他们施工，然后把那个花给铲了，所以到这儿看一下。发现有点晚了，如果发现早的话就可以早点把那个花抢救过来了，但是发现的晚了，还是把这块弄成混凝土了。这块它都磨成混凝土了，他是不是把花扔到垃圾箱了？没有，看他们把这个都磨了啊，都拿那个混凝土都磨上了。这些工人在这块施工，它是叫路面硬化，按说它应该鼓励人们在这儿种花什么的，结果他都弄掉了，这都给抹上了。他们在这块施工，他是用这个混凝土车专门的。这是混凝土车 ，concrete delivery，concrete 是混凝土 ，delivery 是运送，用这个车运混凝土。Hi, excuse me, sir. Hi, sir. I just want to. There's a flower here. Did you see the flower? There's a flower here. Did you see the flower?Yeah, yeah, yeah. There is a flower here. Last night I just watered the flower. Did you see the flower? Not at the end. I don't know. No. Oh, if it has been cut, I can put it in the pot. Just so tall a flower here. Okay, okay. You're just busy with your work. Yeah. 他说他不知道啊，估计他知道，但是他不承认吧，估计是，嗯。这个车你看它里边装着有这个特别大的这个水箱，这是装混凝土的车。这个它很方便啊，所以它这个现代化的设备还是挺好的，有水，然后还有各种什么液体，让这个混凝土能够从这个车运过来。所以这个花就彻底消失了，就没有了。但是也是没办法啊，发现晚了，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就只能这样吧。这个花陪伴了我差不多三年，没有了，这个边也没有啊，它也没扔到这边，垃圾箱也没有啊，所以就莫名其妙的就没有了。那个花其实如果它被砍断的话，放在盆里也能活，其实也能够活，但是垃圾箱里没有啊，它是谁给清理走的呢？没有，垃圾箱里没有，所以就没有了，彻底消失了，以后也不用来浇它了。
哎，这个写的是，他这个广告是 cancel 取消这个房租和就是抵押贷款，让这个银行来付款。然后他这一个网站取消这个房租，是一个 organization，是一个组织，公益组织啊，意思应该是美国这边疫情比较严重啊，就是大家可以不用付房租或者不用付抵押贷款，让银行去付，对吧？他帮助这些受到病毒影响的这些家庭或者这些人士，对吧？好了，这就这样了，没有了，再见了，拜拜，再见再见，这个花就彻底没有了，再见了再见。